华社，北京11月8日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和佩戴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办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的配套行政法规，是消防救援衔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佩戴办法、制定、更换、收回、制作、管理等做了规定。办法规定，消防救援总监、副总监、助理总监衔标志，由金黄色橄榄枝环绕金黄色徽标组成，徽标由五角星、雄鹰翅膀、消防斧和消防水带构成。指挥长、指挥员衔标志由金黄色横杠和金黄色六角星花组成。高级消防员、中级消防员和初级消防员中的三级消防士、四级消防士衔标志由金黄色横杠和金黄色徽标组成，徽标由交叉斧头、水枪、紧握手榔和雄鹰翅膀构成。预备消防士衔标志为金黄色横杠。办法明确，消防救援衔标志佩戴在肩章和领章上，肩章分为硬肩章、软肩章和套式肩章。硬肩章、软肩章为箭形，套式肩章、领章为四边形。肩章、领章版面为深火焰蓝色。消防救援人员着春秋长服、冬长服和长服大衣时，佩戴硬肩章；着夏长服、棉大衣和作训大衣时，管理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佩戴软肩章；消防员佩戴套式肩章；着作训服时佩戴领章。办法规定，消防救援人员晋升或者降低消防救援衔时，有批准机关更换其消防救援衔标志；取消消防救援衔的，由批准机关收回其消防救援衔标志。消防救援人员的消防救援衔标志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制作和管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仿造、伪造、变造和买卖使用消防救援衔标志，也不得使用与消防救援衔标志相类似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和佩戴办法，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消防救援人员佩戴的消防救援衔标志必须与所授予的消防救援衔相符。第三条，消防救援人员的消防救援衔标志，总监、副总监、助理总监衔标志由金黄色橄榄枝环绕金黄色徽标组成，徽标由五角星、雄鹰翅膀、消防斧和消防水带构成。指挥长、指挥员衔标志由金黄色横杠和金黄色六角星花组成。高级消防员、中级消防员和初级消防员中的三级消防士、四级消防士衔标志由金黄色横杠和金黄色徽标组成，徽标由交叉斧头、水枪、紧握手腕和雄鹰翅膀构成。预备消防士衔标志为金黄色横杠。第四条，消防救援衔标志佩戴在肩章和领章上，肩章分为硬肩章、软肩章和套式肩章。硬肩章、软肩章为箭形，套式肩章、领章为四边形。肩章、领章版面为深火焰蓝色。消防救援人员着春秋长服、冬长服和长服大衣时，佩戴硬肩章；着夏长服、棉大衣或作训大衣时，管理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佩戴软肩章；消防员佩戴套式肩章；着作训服时佩戴领章。第五条，总监衔标志制定一枚橄榄枝环绕一周徽标；副总监衔标志制定一枚橄榄枝环绕半周徽标；助理总监衔标志制定一枚橄榄枝环绕小半周徽标；指挥长衔标志制定二道粗横杠；高级指挥长衔标志制定四枚六角星花；一级指挥长衔标志制定三枚六角星花；二级指挥长衔标志制定二枚六角星花；三级指挥长衔标志制定一枚六角星花；指挥员衔标志制定一道粗横杠；一级指挥员衔标志制定四枚六角星花；二级指挥员衔标志制定三枚六角星花；三级指挥员衔标志制定二枚六角星花；四级指挥员衔标志制定一枚六角星花；高级消防员衔标志制定一枚徽标；一级消防长衔、
标志最低三出一系四道横杠。二级消防长衔标志最低三道出横杠。三级消防长衔标志最低二出一系三道横杠。中级消防员衔标志最低一枚徽标。一级消防士衔标志最低二道出横杠。二级消防士衔标志最低一出一系二道横杠。初级消防员衔标志中，三级消防士衔标志最低一枚徽标和一道粗横杠，四级消防士衔标志最低一枚徽标和一道细横杠，预备消防士衔标志最低一道加粗横杠。第六条，消防救援人员晋升或者降低消防救援衔时，由批准机关更换其消防救援衔标志，取消消防救援衔的，由批准机关收回其消防救援衔标志。第七条，消防救援人员的消防救援衔标志由国务院及管理部门负责制作和管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仿造、伪造、变造和买卖使用消防救援衔标志，也不得使用与消防救援衔标志相类似的标志。第八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